误会，哎呀，开玩笑了，哎呀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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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你们在这里干嘛呀？没干嘛。没干嘛。没干嘛。什么没干嘛？你们袋子里面装什么东西的？这红薯，哦，一袋红薯。对，红薯啊。是啊，一大清早，我们去我亲戚表哥家，搞了这么大一袋红薯，还是砍不跟，还是不跟你唠叨。哎，你们在这里干活，有没有看到我们在这里站岗的保安？保安呢？人哪里去了？哎呀，那保安同志，我们一直在这里，没看见有其他人不？你人不见了，你去找，兄弟赶紧走吧。小燕。小燕，哎呀，红薯这么重啊？不是啊，为什么？满满的一袋，你看这蛇皮袋多大，肯定重。干嘛？不要，不要，不能乱动，不能乱动。但好像我看到它动了一下，重了吗？听我说，我们呢装呢可能比较松，它在里面掉来掉去，傻的去，是啊，动是正常。兄弟，赶紧走啊！给我看一下再走。怎么了？看什么看？检查。红薯都是农村的，都是一样的。检查。既然从我们这里关卡过了，给我检查一下。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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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什么了？你们两个？干什么的？臭保安！啊！我是让你识相的，给我滚开！我们干什么？不用你管。对，你们这个袋子里面。装的究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我已经跟你说了，你不是在找你的同事吗？他就在我的麻袋里面，你马上滚蛋！就当今天的事你没有看见一样，要不然等一下，你多管闲事的话，管着管着，你也来进麻袋。对，你都把我同事装到袋子里面了，我这还是多管闲事吗？啊！你们撒尿都撒到我们头上来了，还不许我反击吗？俗话说得好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。你多管闲事，只走有卧上山，知道没有？对，我警告你们一句，识相的马上把我同事给放出来，不然我让你们吃不完兜着走。行了，我说你个臭保安，既然让好机会让你走，你不走，现在你识相的话，就过去把那个袋口撩起来，你自己捉进去，免得等一下我动手把你个手还有这个脚拧断了，一样把你塞进去，听到没有？见过嚣张的。见过猖狂的，没见过你们这么猖狂的。好，敬酒不吃不吃罚酒，我非给一点颜色你们瞧瞧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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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非给你颜色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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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弄死你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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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敢跟我动粗？算你好，算你好。你个臭保安，有种的你叫他看门狗，跟你那个看门狗在这里挡着。当然我们回去叫叫十几号兄弟过来先。叫谁看门狗啊？说话给我放干净一点。怎么了？你还要干嘛？干嘛？我前面有没有给过机会你们？你们居然胆敢反抗！我跟你说，臭保安，不要给脸不要脸，我们已经很给面子了。你那个同事我们也不要了，我们去其他地方抓过一个补回来就可以了。对，别打了啊！我跟你说，既然我们给了你的面子，我劝你见老就收，不要得罪我们这种人，要不然等一下我大哥五哥大人过来的话，别说你这个小保安，你们全村的妇女都要被弄走。弄走！我们为什么要见老就收啊？你虽然是打算放过我们一马，但是你们有想过放过别人？到现在了，你们还不懂得收手，还想继续干下去啊啊！一条道路走到黑吗？啊！我跟你说，臭保安，不要非搞到鱼死网破你才罢休，要不然老子跟你拼了！对，还拼了？只怕你没那个本事。识相的马上把人放出来。兄弟，哎、拼了！呀呀呀呀！放羊，放，你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
别跟我啰嗦啊！想不到你这个小宝啊，娇小玲珑的，这么能打。早知道我们就到别的村泡别的保安了。哎呀，进来的，拿起来弄醒他。小月，小月醒醒，小月，快走！走哪里去啊？啊！我去找我大哥，找我大哥。还找你大哥？是啊。这不是只有一个人吗？怎么又多一个？啊，对啊，我不知道哪里能冒出来的。他们两个一伙的。臭保安，我劝你们两个，识相的把我们放了。对，要不然的话，把你们整个村所有的妇女小孩，统统抓走了。抓走！你们到底刚刚用什么东西把我弄晕了？啊！弄那个一泼你就晕了。就是这个，还想偷袭我啊？天堂有路你们不走，地狱无门你们偏要闯。好呀，捉吧，把自己捉到大牢里面去了。行啊，连我们保安你也敢动手？你们啊，这些遭天谴的货，把自己后半生路都堵了。就是，跟他废话那么多干嘛呀？像他们这种人，社会的人渣，直接把他送到大牢里面去。走，什么？我大哥肯定会过呀，大爷过来把你们两个弄走。大哥，姓国王，你是你吧？你那大哥也是身难保。就是，你大哥早就扎着尾巴做人了，你还指望他救？走，回来吧，不走。回来，放屁干嘛？我。什么地方？怎么办？美美，醒醒！哪？这是哪里呀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有什么办法？我看一下你绳子，你帮我解绳子。解得到吗？可以。你看一下得吧。那可以。但是现在怎么办？现在没办法。我不知道他们外面还有没有人，要不然你躲个地方。躲在一个安全的地方，等一下他们出去了你再解救我们。躲哪里？你看他们一醒不见，我肯定会烧房间的。哦，要不然你躲楼顶上面去。楼顶？对，楼顶上面能藏人吗？你试一下吧。那你试一下吧，你拿那个东西等一下惊醒他们。那个这个啊，这个有用吗？你试一下嘛，等我在这里嘛。等下他们问你怎么办？没关系，逃外面去了。我了把那个发了。等一下，我们说你跑外面去了。啊。他们能相信吗？你想办法藏好就行了。对呀、啊，下面的我们解决。疯癫了！我的妈！怎么回事啊？杨楠，跑哪里去了？我们的杨楠，是吗？人呢？杨楠，人跑出去了。跑出去了，你不叫醒我们？啊？那我不是弄醒东西弄响，把你们弄醒了吗？弄什么弄啊？直接叫我们醒就可以了。人跑了，你再叫我们醒，有什么用？那我们之前叫你们醒，等一下你们又说我答应你们的门忘了。袁楠跑出去了，快点去追啊！啊！我们，啊！是真的，好心告诉你们，还要打我们，真是的。怎么办？是不是跑出去了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办？快点去追呀、啊！还怎么办？再不去追，等一下他报警，你们全都完了啊！娘你差点被你忽悠出去了，我们外面还有那么多工地，他敢跑出去的话，像一个老鹰抓小鸡一样逮你，我逮他回来啊！到时候
别说他了，就算你也脱衣裳别人，你信不信啊？你看一下那个门是不是开了？对呀、啊，门开了，怎么办？估计就是声东击西，他们都是一伙的，他们说的话能信吗？对，啊，一伙的。行了，兄弟，这样我在这里看住这两个，你给我把这个房子里里外外仔仔细细给我找清楚来。那个拿这个棍子给我。啊，你在这里好好教训教训他，教他怎么样是个人质，怎么做人，怎么在这里安分守己。不用你教，你快去找，把他快点把他找出来，把门关起来。对对，把门关起来。我看你跑到哪里，想留给我来啊！给我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小心一点。跑哪里去啊？还敢骗我们？跑出去了？骗你？你以为那种话我能信吗？骗你们有饭吃吗？啊？还骗你们？就是、这个死胖子，迟早有一天你会遭到报应。报应！啊！你们不知道这个是犯法的吗？犯什么法？这里我就是法，你就是法啊！像你们干这种躲都有初一躲不过十五，跟你们说啊，我只要能躲一天就可以了。我只要有啊一小部分可以去逍遥去快活，谁还管以后怎么样？以后都死翘翘了。还有你。想办法把自己收拾的好看一点啊！这么老了，高了，来了多少客户了，都卖不出去，卖出不出去就把我放了，老头都不要你，不要我，那你就放了，在这里。我跟你说，再卖不出去，我把你卖到东南亚去，让他们割你的腰子，懂不懂？如果你还想有个好生活，把自己收拾的好看一点，给我出来啊！看见你了啊！给我出来，在哪里？给我老老实实的啊！要是再像那个女的搞些小什么小动作，一锤子敲死你们！我讲过了啊，房间里面里里外外、上上下下，连那个床底下还有那个老鼠洞，就算厕所我一抠一拉，什么都没有。你离我远点！我还在楼顶上面也看过了，也没有，估计他肯定是跑出去了，要不我们出去外面去找啊，一定把他找出来。我们都去啊？那不都去，兵分两路，要不然呢，到时候他把他们他报警了，我们就麻烦了，他们怎么办？你赶紧赶紧，要不我们直接转移阵地算了。转移阵地，老大又不在这里，我们转移阵地打算擅自做主，怎么把门打他们打晕，然后去找要不然老大快就要来、哎、就麻烦了、哎、不要打不要打，你说了算了，你说不打就不打，快追追。你这边我这边必须把那个女的给找出来、嗯、顺便把打电话给兄弟们，把各个路口给我封死他啊！就算他跑到这个地方，他也跑不出去。把追，别跑！啊！没打我！是，哇！他们出去追我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把我们的解开！快跑快跑，不能跑外面去，外面还有人，还有个小弟是吧？我刚刚在楼顶上面看到他们后门那里那个光头那里有一条路，不知道是他们跑的还是别人走的，那条路踩得挺熟的，我要我们从后面跑。对了，他们跑的同时还要报警，让他们绳之于法、嗯、对，他们的手机以前都是放在这边。对，又不先报警，让警察按照定位的到这里，然后我们就跑出去了。喂、嗯，警察，你报警中心吗？我们被一伙人贩子抓了。嗯，我跟两个女的，现在我们挣脱了，
他们在外面追我们，然后这个手机是他们的，麻烦你们按这个手机定位过来。嗯，我们看到后面有一条小路，我们从那条路先逃出去。路口过，那我们逃出去直接去警察局找你们。啊，不挂是吗？行行行，你们按这个过来哦。啊，好，按手机定位过来是吧？对，他按手机，让我不要挂这个电话。快看。